水是地球上的一种物质，有了水才有了万物，才有了生命。有了水，人类才得以生存繁衍。水是人类生命的摇篮，人离不开饮食，它是人类生命活动最重要的部分。饮食二字就包含了一为饮，二为食。饮就是喝水，水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健康密不可分。中国有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水的好坏不仅影响这方人的皮肤，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这一方人的体质与健康。2000多年前的《吕氏春秋·晋述》中以五行的分类讲到，在清水边居住的人多秃头和甲状腺肿大，在重水边居住的人多有瘸腿和患有克山病，在甘甜的水边居住的人多健康和漂亮，在新水边居住的人皮肤不好，一生疮疥，在苦水边居住的人多佝偻和驼背，也就是地方性腐骨病。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病的发生与水有着直接的原因。古代文献记载，南阳有沮水，水甘而方，居民30余家饮其水皆寿，或至120-130岁。著名掌故《艺文类聚》卷81《饮风俗通》中也讲到，在河南南阳历县有一条甘谷，山谷的泉水甘甜，山中有很多菊花，泉水从山上流下，得到了菊花根叶的滋润。山谷中住有30余户人家，他们不打井，直接饮用谷中的泉水，最长寿的有120-130岁，中等的是100余岁，最少的也有70-80岁的寿辰，因而此地名声大振。谷中泉水令人长寿，是因为菊花能清身益气的缘故。古籍中记载的沮水又名沮潭，就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内乡县西北。从山中流出的泉水由东南流入湍河，由于几千年的沧桑巨变，古籍中描述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但是河水仍然流淌着，似乎还在向人们述说着这个曾经在这里发生的故事，似乎在期待着这个情景的再次出现。由以上两段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水，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。因此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这一巨著的水篇中，把水列为这部药书的第5卷。可见他对水与人体健康的高度重视。远古人类非常重视对水源的保护，把它看作是氏族繁衍、身体强健的大事。据考古史料记载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非常重视饮水卫生，在各种水源中，古人最为看重的是打井取水。他们认为井水是地下的泉水，水质非常洁净，适合人群饮用。因此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。在我国远古人类居住的多处遗址中都有水井的遗址。这里是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心。在河姆渡遗址中，我们看到已经有了
榫卯结合的甘蓝式木结构建筑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这些木结构建筑已采用榫卯结合、起口拼接等技术，这些是后人按照当时的木工技术复制的木屋。从复制的木屋中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远古先民们的生活场景。这是在遗址现场发现的一个木构水井，在当年发掘时，井中还留有汲水的陶器，距今已有7000多年了。这个水井的井口比后世看到的井口要大一些，不知是不是与当时居住在此地的人口数量有关。那时究竟是怎样一个情景？当我们面对这个水井时，的确令人浮想联翩，仿佛远古时男女老少在井边的汲水、饮水、浇地、洗衣时的身影，在水井四周不停地闪现着。这些直立的木柱至今留存着他们的气息和手印。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，在河北、河南省内距今5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水井。殷代以后发现的古代水井更多，在我国现在保存下来的3000到4000年以上的古井有多处。这里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河北藁城台西遗址。对岸边那个水井，对这水井的位置是吧？对对对，就这种地方。对，你再看看这一块，这一块。这是一个木头。原来就是这个。可能这个要对，这是原来它的井口的。这个就是一个，就这几边。对对对，一圈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当时就这口井。对对对对，这口井，对，就这口井。对对对，第一口井，就是第一口井。对，这两个，对，就是当时出生的木头的一个，就是跟现在钉子似的。从70年开始发掘。发掘的面积解到了是2000平方米，一共储存了5000多件物件。我存了5000多件。还有那个第一，像那个第一口水井，还有一口井是的，因为在那边呢，在那边。嗯。我国的先民们远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凿井取水了。到了殷商时，井凿得更深了，为保护水井的卫生，人们可说是不遗余力。周易中记载着这样的文字，新来的易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，说井水太浊了，喝不得，要淘干净才可急用。周易井卦中也说道，井水浑浊不能喝，把井壁垒好后，井水变得清凉爽口。还说道，打完水井后要加盖，才不会因饮用了污水而染病，才会大吉。春秋时管子一文中记载着，要注意到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掏井取淤积，以保证井水不受污染。还说道，宫中揭盖井，勿令下毒。古人十分重视井水的卫生，定期掏挖水井，修整水井，一般都在夏至这一天作为掏井的日子。古人设计了井罩，在井口上用陶或石制成一个上窄下宽的圆圈，以防止人物尘落入井中。
它这个是东西向，啊，就是由乌兰台宫殿区的主体建筑朝下排水的，懂吧？你看它这一个圆体直径大约有50，一直50吧？50厘米左右。嗯，对，是吧？五八年，老母台出过那个挖行水道流水嘴，还有这个管道，估计各个建筑，每个建筑都有。这是个陶管，啊，一个圆形的陶管，啊，已经破碎了。对，一个圆形的陶管，是吧？接起来。对对对。挖出来的那一管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就是当时的井的那个圈，对，圈圈。也是当时的井，就是用陶做的。哎，陶做出来，哎，做井筒。哦。一个管下去。啊，你看看这个手上，这是井圈。那你像这片，你看看，就像这一片。对，这个井圈，对，这个井圈。嗯，那就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跟这是一样的。它不是，这还不是一码事。啊，不是一码，不是一口井的。哎，陶纸不一样。啊，不是，还不是一口井的。那像这种都是井圈的，不是井圈，这都是。啊。什么年代的？也不是。啊，这都井圈。嗯，不是，这接不上。接不上。那说当时的水井已经用这个来做井口，对，已经用陶的来做井口。它那个这个陶有延伸到井里头有多深呢？也就是7-8米深吧。7-8米深啊，那当时水位高。啊，当时水位高，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很讲究这个用水的位上了。对，完全是。它那个井圈全部是用那个陶，那个都是灰陶，整个都是到。对，它下去七八米深，下到井口，下去7-8米深。这个就大概就是那个下水管道的那个碎片了吧？一到你将来你回去了以后，上到博物馆里面一看，对，一模一样。对，就是馆长你说的那个，就是他们蓄水池当时。蓄水池就在怎么算高的啊？跟这个啊，就那个两个电线杆那个装杆的。嗯，说我们背后撞的。好像还是一个装的，反正那个当时也不知道啥东西。嗯，从那个里挖，就挖着这个，哎，挖着这个，都挖着这个，就蓄水池，哎，蓄水池，嗯，挖一个坑，当时以为可能是墓葬，嗯，再到下边一看，下边真的有石头，而且有很多管道，都四通八达的，都露过这个，再后来呢，经专家们鉴定，他认为它是蓄水池。嗯，在这块，嗯，啊，因为包括现在它这些三通，嗯，这些东西，对，三前面跟前面的人能不一样，哎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对，还有弯头，对，三通弯头，还有一个四通五通啊，这是对，这是多复杂啊，还有闸门，对吧？对，还有闸门，嗯，是吧？你看他还搞了个闸门，啊，这些东西，他这个就是战国时代的，哎，战国时代，战国时代，嗯，就现在还有那个厕所一类的，就跟那是粪便啥的，肯定当时也是排，就是当时肯定这当时这个设施肯定是很大，但是管理人员也很重视这个，因为在咱这宫廷里头，他用的是一般老百姓肯定是用不上这个自来水了。嗯嗯，他是不是起码可以说明一点，就是说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，就是城市卫生这个特别是饮水卫生方面，那肯定是肯定发扬的。这些东西，当然这些东西咱不是同样的，因为后来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嗯。因为后来在这个是，有30年以前嘛，在郑州商城发现了蓄水管道，啊，也是自来水。古人对水井的保护极其重视。中国中医研究院蔡景峰教授在《养生智慧》一书中讲到，据考证，现代汉语中刑法的刑字。以前写作井，就是在古代井字旁边加一个刀字。古字井中有一点，表示汲水器在井中央，把古井字以刀加以保护。这个刑字的写法表明先人对井的极度爱护，在水井旁必须以人持刀护井，才能保证水井的洁净，保证饮用人的健康。后来还规定了侵犯井水者当严加处罚。我们没有想到，一个充满严厉意味的刑字
是从守护水井演变而来的，但这个演变的过程却真实地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先对水井的爱护，对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视。我国各地的水井多不胜数，每个井都有一段传说，每个井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。在广东南海西樵山，有一个终年不歇的小喷泉，人称樵山第一泉。井水位于碧云村口，宽深约一米，呈方形，泉水甘冽甜美。最为有趣的是，水井的上方被古榕遮蔽，但自1786年建井以来，200多年里，无论寒来暑往，落叶缤纷，井口周围铺满了零零碎碎的落叶，但井中却没有一片树叶，被当地群众称为无叶井。在哪儿了？专门泡西瓜的。哦，泡西瓜的。是啊，他泡了西瓜，就像泡西瓜就像冻在那冰箱那么清凉。这个对，这个对，这可以直接喝吧。清甜洁净的水不但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，正确的饮水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甚至是治疗作用。唐代名医孙思邈提出，养生要坚持初起手扶水法，就是说早晨起了床要喝一杯水。著名诗人陆游也说道，仙丹九转太多事，扶水自可追神仙。对这些说法，现在社会上许多深知饮水好处的人们都不会陌生的。本事方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一船家装运木瓜，途中一觉得口渴就吃个不停。数天后，船家突然小便不通，想解却解不出来，他赶紧下船求救于医生。医生问他近来吃了什么东西，船家把在船上吃木瓜的情形说了一遍。医生说，这就是病根了。木瓜在五行中属酸，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五味论》中说，膀胱之包薄而软，得酸则收缩，数而不通，尿道不通，所以小便不通。治疗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吃木瓜，多喝些开水便可以了。船家按照医生的叮嘱喝了不少水，病症自然就好了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表明，人类疾病80%与饮水有关。在我国，水源污染状况是有目共睹的。国家环保局2000年公告，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或面状污染，局部地区地下水部分水质指标超标。在污染程度上，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，尤以华北地区污染突出。我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质趋于稳定或略有改善，但仍有部分城市和地区地下水污染严重。为了能喝上一口洁净的水，于是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接山泉饮用的人群，男女老少，他们身背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，从山上接天然洁净的泉水带回家饮用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们在想，如果连这里的水源都污染了，那么人们将去哪里背水呢？啊，是天上来的是吧？啊，每天都来背吗？
啊，你每天都来背吗？月星期三天。啊，一星期三天。看到这个情景，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，那就是保护水源从我做起。啊，今年今年几月份开始有水了？不要说早，要是超过一个月吧。啊，已经出水才不超过一个月，他已经三年没有水了。三年没水了。啊，原来那个那小水了，就出不了它。啊，小原来的水还可以满足的往往往的。我找地方放的水，找地方放水的地方。现在的自来水就是没法喝了，感觉就喝得害怕都。多少钱？也是到这来打。哎，结果完了都万一啥又给你那黄都没处放。哦。你怎么喝？怎么喝你也不知道。这是地下水啊。哎，地下水太好了。这里是福州虞山观音阁西的炼丹井。据说是汉代何氏九仙遗留下的，明代沈德琛《九仙台怀古》中记载的，烧丹人去寄俱尘，废井千年水犹绿，指的就是这口井。这口炼丹井被列为福州名井。相传南宋时高宗之母韦太后被金国囚禁多年，放回后得了一场大病，竟致双目失明。人说用炼丹井水开洗可重见光明，高宗即下诏命取天下所有炼丹井的水一一试验，均不见效。后来用此井水洗一次就好了，高宗大喜，令库银修缮此井，且每年拨款一次。后历代帝王均沿用此规拨款，直到清宣统三年，即1911年。2000多年前的这个炼丹井能保持至今，得益于历朝历代的保护和修缮，才为后人留下了这份洁净和甘甜。当我们享受这份洁净和甘甜的时候，我们不禁对先人心存感激，同时在想，这份洁净和甘甜能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吗？